蒜蓉生蚝。关东煮。肘子，有这个东西了之后，咱大餐啥都不怕了。来了。
猪脑花。姐妹们，真心给大家推荐这一款仇恩鸭的紫米芋泥面包，老铁们太好吃了，我已经连着吃了三个了，老铁。它打开了之后，里面是三层吐司，两层夹心，一层紫米，一层芋泥，咬下去了之后，一口满满的都是满足感。给大家看看它的馅料，老铁们，我的妈呀，看到没有，姐妹们，紫米特别的多，而且它的反面，老铁看到没有，满满的芋泥酱，真的是爱吃芋泥的、爱吃紫米的姐妹们必冲这一款，软软糯糯，可好吃了。吃起来不甜不腻，老人孩子都可以去吃。早餐搭配牛奶来一个面包，绝了，姐妹们！咱们平常来不及吃早餐的，下班是不是上午下班你下午肚子饿的，或者是当个下午茶，真心给大家推荐这一款，老铁们可好吃了，真的。我是买过那么多的面包，吃过那么多的面包，这一款真的是绝绝子，没有之一。太好吃了，主要是它是零蔗糖的，姐妹们，零反式脂肪酸，所以说孩子老人都可以吃，包括减脂期的姐妹都可以来上一个，特别好。今天自己去看价格，姐妹们，平常你们去买这一个，在超市里哪一个不得两块钱三块钱一个，对不对？搞活动的时候是19.9元给大家发八个，今天是9.9元给大家八个，姐妹一定要去冲这一款面包。平常的时候我不怎么给大家推荐东西，但这个面包一定要去冲，冲完了之后给我来一个评价。绝了。